Ben güzel yapmıştım. Ha, arkadaşlar sarar başa sandım. Thank you.
shards of money. Huh? Shards of money.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it. Thank you.
有广告哦，他们现在订包厢订房间都是找我订菜啊。সাকিব ভাই, হাসিব ভাইয়ের সাথে 1 মিনিট কথা বলুন তো। হাসিব ভাইয়ের সাথে 1 মিনিট কথা বলুন, ফোন দেয় আমি ফোন কাটলে আমার প্ল্যানটা। এদিকে বৃষ্টি হয় না, হালকা হালকা পরে।我看到，毛血旺要点一个吗？1400，两万便宜一点。啊？那毛血旺说的可以的。哎，这。
手撕包菜。 什么那个？炖菜。呀。炸个鱼呀。香酥小黄鱼是吧？嗯。小黄鱼啊。上街了吗？就上了两那个。香酥小黄鱼啊。 干锅花菜，大黄鱼，你看讲就是，我说了呀，香酥小黄鱼啊。这他没有啊。干锅花菜，就是上次那个毛那个鱼香。干锅花菜，要点个虾，虾点什么虾呢？蟹要点一个，点一个蟹黄炒蟹，蛋黄炒蟹。等下菜都是便宜的。虾点的什么虾？地藏王虾。地藏王虾是什么？就是那个上面有那个什么面包粉的那个。等一下。干锅虾有没有？干锅虾有啊。冷菜都没有点哦。 大中华拼盘。哦，行，那差价。但是它拼盘1180呀，你点其他的单个菜都是900多，1000多。那就这样吧。啊？这个吗？大中华拼盘是吧？
干锅虾是吧？嗯。牛肉没有哎。点肉吗？点什么嘞？铁板啊。铁板牛肉吧。跟你说，腐皮尖椒塞肉，青菜的那个卷饼，哈、哦，然后一个孜然羊排，一个土味鸡汤加粉丝加腐竹，毛血旺，香干炒肉丝，麻球，炸老豆腐，那个他们也点了，这个拿炸老豆腐，香酥小黄鱼，干锅花菜，蛋黄炒蟹，大中华卤味拼盘，干锅虾，铁板牛肉，炒土豆丝。再点个酒酿圆子，16我猜了，15啊，16，15，我1、2、3、4、5数，哇，顺序在这儿。对，我才数了，我点了数了15了。奇怪。那点了什么菜？看看。跟他们荤的吧。对，我感觉荤菜少。地锅鸡吧，鸡没有。可以啊。好吧，点个那个锅贴饼吧。可以啊。这样不就好了吗？一锅鸡哈，贴饼。行吗？可以啊。几个人啊？你呢？13个嘛，够了。再加个酒酿圆子。看他们点的什么菜？谁呀、啊？我懂了呗。他们点了吗？点了呀，昨天就点了。发给你的。啊、嗯。菜，他们菜肯定好。猪肚鸡汤、香煎小黄鱼、避风塘大虾、孜然羊肉、白灼秋葵、清炒丝瓜、素炸老豆腐、萝卜炖牛腩。土豆丝儿，干锅花菜，啊，没我不好。你请一个嘛，就一个呀，你看你要不要把老赖跟那个水叫上去吧？等会儿他们来了，万一他们去呢，不好推呀、啊。